各位乡亲，我们的力量来源是在于你们。唔忘记面头，我更加多你了。让台湾的当继续进步，让我们能带领台湾壮大台湾，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更有尊严，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更有自信。这几天我在全台大扫街的过程当中，我听到很多乡亲对我们的加油跟鼓励，很多人从家里跑出来跟我们挥手，很多人从楼上帮我们大喊加油。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跑出来支持给我们鼓励，甚至有人自己做看板跳上跳下。我发现女性特别多，尤其是高喊我爱你的女性特别多。我相信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民主进步党是最重视性平的团队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民主进步党是最具有进步价值的团队，我们一起冲破了好多的天花板，我们一起创造了台湾傲人的成绩，我们一起创造了在亚洲最自由的社会，我们一起创造了在亚洲最进步的社会。我在这里要感谢大家始终跟我们站在一起，虽然我们的历史有太多的苦难，我们有亚洲最长的戒严，我们在国际上被无情的打压，被无情的孤立，但是因为每一个台湾人的努力，就像刚刚大家所看到的陈俊翰永不放弃的精神，这就是台湾人的精神。